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娟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八月十八号的婚礼新闻。位于口湖城龙村，去年十一月份才动工进行改善的码头，目前也未通过验收，但是搁接到民众的反映，讲时间了后的码头也是有真济无方便的所在，亲像肉粽甲放无济，也搁有渔船固定的问题，以及楼梯无方便等等。今仔日立法委员张丽仙就特别甲第五号船局前往会勘甲了解，嘛将渔民的意见早登去搁再研讨。需要使用的政府来开钱，阮欢喜的。但是迄时阵，尚无爱阮渔民有一个参与啊。去年十一月才动工进行改善工程的新龙渔船停溪码头也未验收，但渔民已经发现到有真济所在，对因未来工作会造成不方便，所以也向立委甲第五河川局来澄清。我嘛一直甲讲，你树龙链的时阵要用无要紧，但是爱收到病。伊吊链的时阵哦，脏的时阵哦，我有联络恁的助理来个，楼底规个螺丝含。虽然的阴暗呢，你这那个整件，赶快这个经营，你整件要闹作用。那个海浪都那么大了，如果拍天也是准备要弄啊。伊应该是爱整嘛，就咱这个村安内吼，今仔日定金的部分有感觉嘴伤过宽，渔船无法度固定啊好，楼梯无理想等等。李委张丽仙今仔日也到现场会勘了解，延到八月底要验收了哈。那今天如果说我们大家澄清完以后，希望他们做一个改善。那改善完以后可以的话符合民众的需求。讨论了第五河川桥也答应，伫渔船入港会做一个白铁杆来固定船，另外楼梯会刷卡边仔的，伫咧那这部分也加强固定。我们希望这个轮胎也能够固定起来。那还有就是在海底下的这些消波块，因为它有特别尖锐的地方，还有突出的地方，造成船筏要进来的时候，船底会受伤哈。那所以这些比较突出的消波块呢，我们必须把它先移除了。停靠船只的部分呢，黄状的啦哈，出入楼梯的部分啦哈，电杆、电线的哈，电灯的这些的处理，包括污水排放的一个处理，我们都已经有配合在处理。还有局部分的地方仍然还有其他的意见，也会顺求民意这个部分我们来做比较完整性的一个改善。不过有一些意见还需要跟云林县政府讨论，第五河川桥也答应会给渔民一个答案。一个完善的渔船停靠区，除了提供船平安出海入港，渔民也能放心的将船停在那，改善工程也是需要配合在地渔民的使用，才有法度真正解决问题。记者郭湘平采访报道。